大家好，我是老五。今天老五给家人们拍一期这四只小奶狗的视频。有很多家人们私信我说，老五啊，给我们多拍一点小奶狗的视频，因为他们俩变化太快了，如果不经常拍的话我们都不认得了。所以说老五今天也满足大家，以后啊就多拍一点他们的视频。糖豆，你现在玩好不好？要不要在床上休息啊？来糖豆来，哎，在床上休息吧啊。现在糖豆也成了小胖子了，这腰啊很粗，嘿嘿嘿。哦，乐乐也过来了嘛。好好好好。好，你跟乐乐玩玩啊，康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好。啊，好了，马上放你们啊，马上把你们放出来。这四只宝宝啊，变化确实很大，长得特别快，一免大家呀、认不出来。下面老五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名字。先介绍一下这只黑色的吧，这只黑色的是圣圣。哦，这个是丁丁，大家都知道。这只大一点的白色的是橙橙，这只是乖乖，哎，就是白尾巴这一只是乖乖。好了，现在把你们放出来啊，宝宝都等不及了。哦，出来哦，橙橙出来了。哦，丁丁跑得快。哦，那家伙又跑进去了，哎，又出来了。丁丁，嘿，丁丁现在也是大长腿，特别漂亮。丁丁，哦，他又进去了。宝宝在这里啊，宝宝。哦，那一只跑床上去了，那是谁啊？那是乖乖，乖乖和那些大狗狗在一起玩。嘿嘿嘿。葡萄，嘿，小星星，葡萄，哦，这个是搭讪，哦，他跟 QQ 玩呢，乖乖，乖乖跑得特别快，哦，这几只宝宝我发现都跑过来了，你看又跑过来了，哦，妮妮也进去了，妮妮，出来吧，出来吧啊，在外面玩一会儿吧。这会儿我看到你们没有事的，哎，你看乖乖，嘿，这家伙，哦，这个是橙橙，橙橙长得大一点，哎，特别可爱。小黑宝，你这会儿怎么这么老实啊？玩累了是吧？这只宝宝肯定是玩累了。哦，你看开心的哦，他跟果果玩了。果果，别咬他啊！别咬乖乖，妮妮，不要欺负圣圣啊！草莓，草莓每天都是很开心。毛毛，呵呵，毛毛跟我握手了，好好好好，毛毛今天表现得不错啊，把小狗狗照顾得很好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小舌头，哦，还要再来一下，好好好好，真乖，毛毛真乖，好了，坐在这玩吧啊，哎，他还不撒手，毛毛老是喜欢跟我握手，啊，好好好，啊，坐着玩吧啊，坐着休息会啊，好好。啊，扒到我的腿上。好了，我往这边来一下啊，跟毛毛坐在一起啊，对啊，休息吧啊。虽然说老五每天更新的视频不一样啊，但是老五一直都是这样。一般老五上午比较忙，都是下午陪着养毛孩子，跟他们来玩一下，互动一下，忙忙碌碌一天，忙忙碌碌一天。虽然说很辛苦，但是和这些毛孩子在一起啊，确确实实很开心，就像刚才一样。四只宝宝放出来呀、活蹦乱跳，
一个比一个开心。老五看见了，心里也高兴。视频最后啊，老五再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香香。香香老朋友都知道，香香是在狗肉车上面救回来的。他在我家里啊，也是很久很久，就是说胆子特别小的那一种，一直没有走出阴影。包括吃东西也不像之前了，现在吃东西胆子特别大。香香不单胆子大了，香香现在有好多好朋友。你比如说小黑，小黑每天就喜欢和香香玩，还有蛋蛋、二宝，还有大善。大善的话也喜欢和香香玩。这毛孩子大家都知道，之前在狗肉车上面呢，确实受了不少罪。不要说狗肉车，我估计在他主人家里也受了不少罪。如果他主人喜欢的话，他也不会选择把他卖在狗肉车上面。所以说这样的狗狗，我们要好好的关爱他，让狗狗呢开心每一天并健康。